技巧活动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安息的地方。1962年8月10日，矗立在厅中央的这一尊汉白玉雕像，名为“永恒的丰碑”，它再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光辉形象。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取名叫雷成兴，因为雷锋出生的这个地方，因为红旗手。为什么？今天，今天想要哪个号子？对不对？最紧的想要。毛主席为雷锋题字，向雷锋同志学习。